爽，你说话了呗？跟你说，浩小弟。This is 哎，没听见啊？这是浩小弟，浩小弟。浩小弟，I like it, I like it, I like it。啥事儿？你能忘了？真的紧张。算了，今儿开那个精神焕发。跟他弟弟说了个对象，现在基本上确定来了。你坐在这儿了吧？说个对象？对。这里，哎呀，这浩小弟。你高兴没？吃的是，再吃的。还是在这儿乐点的，对对对，那是那吃的，可是在这儿吃的。哦，是的。像你这个大概就是1.5米左右，个不低哇。哦，相当高了个儿。高了，不是你问在跟在家离得不远啊？一问长得还在差不多，不知道，挺好看的。是啊，你见过吗？在屋里？我没见过。啊。跟咱小七八岁了，咱今天不给讲。但是我听他爹说了。嗯嗯嗯。他爹给说了。好人操心了，见儿可能我认得。啊，这你没见过那小姑娘？嗯，小七八岁。不是长那时候个儿，那小孩长得也不赖。嗯，是不？那你1.65米了个儿，跟人女了就个儿算是不低了个儿了。嗯，外天俺弟打电话又来转回来，跟那姐姐，然后那边假期也回来了。是。嗯，你不是这好事儿，给鸡巴的，给我赶紧给他打电话。给第一份来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了一天，等了好久了。正好俺娘搁这开着了，妈搁这好消息，妈来俺娘分享分享。娘，大鱼，大鱼啊，小鱼，小鱼，这大鱼啊，大鱼啊，跟你说好消息啊，俩都毛保喜了，保喜了是吧？正好秦文也给正好生了个对象啊，生了俺村了，你管好了。你这样刘小二多高了？嗯，听说那长1.6米多的个儿。哟哟，小孩有福了，小孩有福了。你一会儿给那打电话去，再来吧。啊，再回来一天，你高兴了，咱见面呀。高兴了，娘。你家媳妇儿，这一是1.6米的个儿高。啊，我家这小孩真是长得不赖不赖。小孩有福了，小孩有福了。走了。你这么高兴啊，女儿！哎呀，你高兴，你刚还能出来了。哎，有姐，你看看，女儿有姐姐了，你高兴了。哎呀，这你爸爸，哎呀，你这样，俺小月月这么见青梅老亲，哎呀，这逗他亲呢，爸爸。你拍个碗慢点，女儿哈，慢点点甜，高兴不？高兴不？看你问这个话，高兴为了呢。高兴了一下，不是你咋想起来给这儿说对象了？正好面临到这儿来，面上碰上假期，小妮儿这回来了。如果中了，都赶紧捡捡掉到咱块儿来。给你吃了好几回了，光想着给这儿介绍个对象。呀，你进步咱们比哥还能啥了？你应该答应你，要叫我先让我咱俩吃去。嗯，妮儿，乐乐好不好？乐乐好不好？哎呦，娘，这坐了去。跟他舅舅介绍个对象，那陆老师是不是高兴了？是不？啊，我也高兴，我有舅妈呢。呀，你放心吧，大姑娘长大了，那爸爸也一直想那舅舅的事儿，终于在这儿。其实这一定要感恩你，你看陆老师今年为咱家也投了不少不？嗯。哎呀，跟那几个都怪咱，爸爸老想那个事儿，嗯、你知道吧？那爸爸也今年知道那姥姥给咱家操劳了，你看跟那舅舅买了个车，又跟那舅舅借。也不是你，因为跟那舅舅见个对象，一下，你爸爸是个感恩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头一年那姥姥帮咱了，都在你人家出去打工，一年也挣了几万块钱不？也帮咱一年多，给你买个车。你要跟那姥姥钱，都得亲闺女了，跟姥姥钱，姥姥肯定不要。那你想另一种方式去汇报？汇报。那爸爸，你有好几回跟妈妈说，你给姥姥钱，妈妈给姥姥，姥姥不要。我还想着，你想着姥姥不是这段时间也不是看个妹妹了，你要跟她唠唠天，她姥姥要不要？不要不？那但除非跟她姥姥买件衣裳穿，是吧？你跟她天天不要，然后另一种方式就是她一是在这投机取巧，那唯一的最大的心事就是四老现在还没有成家呢，成了家之后，姥姥是不是轻松多了？行儿的时候比给钱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哎呀，想这好些钱高兴的激动不行了。姐夫要是能真顶了，反正也是，那弟弟有福。
三年多高了个啊，我也先把真实他倒了、嗯、倒了面子了，该成家了是不？嗯，行，我也给他打电话，赶紧报喜，赶紧回来人回来，你妈请问人脸上大眼红光，最后给他也接我爹在。我问你，这是前个天后边打工人，你跟后边你也操作。你说你这个线儿很好。后面这开大司机能不能啊？加油吧，这玩意儿。听到好消息吧。嗯，好。